由汇德丰地产发展位于启德的 Monaco Marine 即将开卖啦！今次就等我 Wendy 带大家感受一下奢华的摩纳哥临海生活啦！Monaco Marine 的会所亦都是它最大的卖点，是以奢华的超级游艇为主题，比起超级跑车更加尊贵，是不是令你很有在摩纳哥度假的感觉呢？ Club Monaco 占地37,000尺，还有 Pool Hercule 是区内最长有60米的室外泳池，当中约7,200尺室内外健身空间，还是24小时全天候开放，亦是全区最大添。还有啊，最先引入实景互动模拟游戏Monte Carlo Open and Formula One Grand Prix Pro， 小朋友的玩乐设施都很吸引的，就是约2,000尺儿童户外水上乐园 Ocean Adventure 海洋历奇，还有约2,900尺儿童赛车场 Grand Prix Junior 2.0。 回到家都好像去度假咁，你都不是说不超啊，现在即刻同大家看看示范单位啊。今次看的示范单位以 1A 座28楼 A 室为蓝本，实用面积713尺，属三房一套连储物房的间隔，一入到嚟就见到一个长5米、阔3米的客饭厅，客厅连接露台。因为这个单位属启德城中心最临海向南的座向，所以这个单位由厨房、客厅至到3间睡房约11米单边长度的所有窗户都是面向维港，拥有开扬维港景观。另外，如果大家想感受单位实际楼底，可以参考这块镜。由地下到天花呢条线大约有2.9米咁高噶，单位采用3星智能门锁，备有5种开锁模式，包括指纹同手机 App 蓝牙配对。饭厅侧边有一间约30尺嘅储物房，睇下个厨房先。2尺深嘅工作台面呈 L 字形设计，下厨空间充足，设有3个炉头，双星盘设计，炉具及电器都系用咗包括 Miller 嘅德国品牌。设备齐全，厨房天花用了超级游艇木甲板设计概念，带有水纹玻璃饰面墙身，这个配搭真的很 grand 啊！经过走廊，去到尽头就是主人套房，深度接近12尺，非常阔落噶，放一张3边落床 king size 的大床都绝对没问题。另一边亦都预留了入场衣柜位，单位的2间浴室柜都用了条纹夹层玻璃。感觉分外高贵，浴室天花亦贯彻了超级游艇木甲板的概念，还有浴室宝保持室内干爽添。另外2间睡房都相当阔落，启德城中心最临海的项目，再加上本地名牌发展商汇德丰，还不是信心的保证。快啲联络我哋美联物业专业嘅团队过嚟参观示范单位啦！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